先预备一下多余的零钱，免得对方又挂我们电话。线路很繁忙，请稍后，我们的客服人员很快会接听你的电话，谢谢。很繁忙，当然啦，因为网站坏掉啦，所以一定会很繁忙啦。我刚以为上面那是透明的，结果那是镜子。结果当我要这样拍你的时候呢，就会拍到我自己。现在温小丽陷入一种焦躁的情绪里，所以她都不太想理我。剩下2分35秒，让我们等等等，也不能因为这是免费的机票，就这样对待我们嘛？哈、啊，太恶劣了。好吧，在他打电话的空档，我们再看一下希尔顿的一楼好了。